知州杜奉志在呈报给上级衙门的案卷中，将梁宽杀妻篡改成殴伤致死，筹码是梁宽承认自己杀人罪行。杜奉志企图通过这种幕后交易能够使自己在期限内破案，免受追责。那么被杜奉志篡改的案情能够得到上级衙门的认可吗？关键时候梁宽又为何突然翻供？案件还将出现怎样的波折？历史学者张成即将为您讲述梁宽杀妻案第三集，如此依法办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梁宽杀妻案。上一集我们谈到梁宽打死也不认罪，知州杜奉志为了获得梁宽的认罪口供，和他做了一笔交易，答应只要梁宽认罪就承诺不判他死刑。最终梁宽交代了杀害妻子的来龙去脉。7月25日，也就是案发的那一天，债主赖正义上门来讨债，扬言啊要牵走梁家的耕牛抵债。梁宽其实是愿意拿牛抵债的，但是妻子谭氏死活不肯，夫妻俩就吵了起来。在一旁的梁球等人就怂恿梁宽说，你欠债那么多怎么还得了？只有一个办法，你把自己的老婆杀了，然后诬陷是赖正义杀死，赖正义肯定害怕，愿意出钱私了。如此一来，不但你欠赖正义的债不用还了，而且还可以讹诈赖家一笔银子。梁宽啊也是财迷心窍，竟然听信了梁球的怂恿，砍死了妻子，诬陷赖正义杀人。至此案情真相大白，杜奉志判处梁宽绞监候，并写了一道与事实差别极大的看语，硬生生把梁宽蓄谋谋杀妻子写成了夫妻斗殴，梁宽将妻子殴打致死。被梁宽诬陷的赖正义则完完全全在看语当中消失了，梁宽打死也不认罪的情况也被彻底抹去了，替换成了梁宽投案自首、供认不讳等等情形。那么上司能认可杜奉志的初审案卷吗？这件违背事实、漏洞百出的案卷会不会出问题呢？中国古代很早就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系统的司法制度，制定了方方面面的法律条文，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有着严格的审判、复核和纠察的做法。清朝的命案，州县衙门负责侦破和审判，他的审判是初审，是最低的审级。初审后案子要转给府、道复审，知府和道台要梳理案子的来龙去脉，判断州县初审是否恰当。在这个过程中，复审官员有必要过问所有相关人等的相关证据，复审通过后再递交审理，由安察使大人再一次复审，最后由巡抚判断初审和复审是否得当。审级觉得从侦破到判决都没有问题了，再上报京城，由刑部终审。如果是死刑判决，往往需要组织三法司会审，这么多道关卡都通过了，判决才能够最终生效。所以杜奉志那问题多多的案卷还面临的多重考验。在复杂的司法环节当中，最基本的一条规定就是依法办案，法官审案必须要亲临现场仔细勘验，必须要有证据，最重要的是要有犯人的口供。这一点杜奉志费了好大的力气，勉勉强强算是做到了。法官宣判必须要严格依法判决，
犯人的刑罚必须要和他的罪行严密相符，法官引用法律的条文必须妥当。但是现实永远要比法律条文复杂得多，社会的变化也不是立法者所能预测的，所以法律条文不可能涵盖法官宣判的所有实际情况。同时，清朝的法律规定非常复杂，既有原则性的大清律，又有诸多的例、圣旨和可以引用的原先的判例。要做到判决和条文严丝合缝，必须进行大量文字工作。清朝官员的做法是根据法律条文来倒推，人为制作案情，在公文写作的时候把案情塑造成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模样，然后再进行判决，这样的判决肯定是依法判决的。对于最基层的州县官员来说，司法公文的写作尤其重要，因为初审判决往往成为定案的基础。在实践当中，上级通常根据初审意见来推动程序，很少有官员会推倒了重新审理，他们又不可能把所有的案子都直接通过复审，所以呢，总是会驳斥下级那么一两回一两个地方，表明自己的确是做了工作的。杜奋志对于司法案卷的审核通过有过经验之谈，他说只要是上报的案子，没有不遭到驳斥的，如果是直通中央的案子，案子啊还要往返几次才能够定案，我们看着案子办得很稳妥了，似乎没有纰漏了，上司也一定要找到一丁点的疏忽来驳斥你。所以官员们办完案后，于不紧要处故意留一破绽，让上司有驳斥的机会，改正后再送上去，上司就会批允了。那么下面的官员故意留的破绽供上司批驳的伎俩啊，上司肯定也知道，但是双方都不说破，如此的案件复审就等同于文字游戏。行政经验丰富的杜奋志深深地知道要把公文写得非常圆滑，面面俱到，这点很重要。他的看语就写得非常圆滑，通过一个个伏笔，同时根据司法的经验来塑造了梁宽杀妻案。梁宽杀妻的案卷就是清朝基层典型的司法杰作。话说这里需要插叙一下清朝的地方行政层级。清朝的州是比较特殊的行政区划，有些州和县一样隶属于府，被称为散州，有些州直接隶属于省，被称为直隶州。散州和直隶州的审判都是初审，但直隶州比散州少了府这一个上级管辖的层级。直隶州的司法案卷啊，可以直接报送到道台那里，而罗定州就是一个直隶州，他的案子复审少了知府的环节。赵阳罗道台方俊师拿到杜奋志制作的案卷后，没有横生枝节，没有驳斥，如果顺利的话，案卷通过方道台的手就会流向更高层的官员。可是让杜奋志没有想到的是，梁宽变卦了，他怎么了？梁宽翻供了。梁宽按照杜奉志的意思供认了自己的杀妻罪行，杜奉志也兑现承诺篡改案情，意图保梁宽不死。经杜奉志篡改过的案卷材料并没有被上级衙门看出破绽，原以为就可以这样瞒天过海，却不成想梁宽的突然翻供让一切又回到了起点，这让杜奉志大为恼火。那么梁宽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
他会因此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案件的走向又将如何呢？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梁宽杀妻案》第三集，如此依法办案。之前杜奋志判决梁宽的刑罚是死刑缓期执行，这样杜奋志就实现了自己的承诺，的确没有要梁宽的小命。可是死刑缓决还是要经过秋审，还有可能在秋审当中被归入情时，还是有可能被杀死的。估计是啊，梁宽连一点险也不想冒，所以他翻供了。梁宽在翻供的时候说，自己的确砍了谭氏，谭氏受伤后自杀身亡，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梁宽这是想把自己的罪行啊，从殴伤妻子致死减轻到砍伤妻子。梁宽还说，案子之所以告到知州衙门，是因为谭氏的堂兄谭官瑾和自己有矛盾，趁机诬告自己。梁宽这么做啊，和他想浑水摸鱼的做法一脉相承。他这个人非常狡猾，手段相当高明。因为首先杜奋志已经在初审看语中明确说，梁宽是砍伤了谭氏，导致谭氏伤重而死。梁宽延续杜奋志的说法，承认自己砍伤了谭氏，但指出谭氏受伤后有自杀的行为。他利用了杜奋志的看语，进一步洗白自己。第二，谭氏的堂兄弟谭官瑾是个商人，经常出远门跑生意，长期不在家。梁宽把他给搬了出来，说谭官瑾诬告自己，把他作为重要人证。果然，上司方俊师就要求杜奋志传讯谭官瑾到道台衙门接受质询。杜奋志心里那个生气啊，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派差役去找谭官瑾。谭官瑾早已经外出做生意了，家里人说啊，到福建去了。清朝的交通和通讯联络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一个人从广东跑到福建，要想联系到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即便联系上他，他再返回家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你说梁宽这个人是不是很狡猾？因为犯人翻供，重要人证又毫无音讯，这个案子就在方道台的环节给压了下来。基层官员最不愿意出现的情况让杜奋志遇上了，因为案子一拖就是半年，严重超过了朝廷规定的审判期限。广东巡抚张兆栋就参劾杜奋志，杜奋志还是遭到了行政处分，他费尽心机想逃脱处分，最终没有成功。就在案子陷入僵局，杜奋志情绪低落的时候，去福建做生意的谭官瑾回来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官府很快就传讯谭官瑾到衙门和梁宽对质。梁宽一看翻供的路走不通了，供认前情不讳，案子又回到了杜奋志写出来的版本上去了。赵阳罗道台方俊师大笔一挥，此案复审通过。案子接着送到广东安察使衙门接受省级的复审。广东安察使孙基很配合，他大笔一挥写道，提犯复讯共与周道审供相同，转给了广东巡抚张兆栋确定。张巡抚很快也签上了自己的意见，提犯轻讯无异，这样省级的复审也通过了。张兆栋以广东巡抚的名义将梁宽杀妻案写了一个题本奏报朝廷。题本是官员们处理例行公事的公文，同样朝廷接收全国的题本很多，不可能每一本都认真阅读，所以呢，就要求上报的人书写内容摘要，用黄纸贴在本子的正面，称为贴黄。
汉语，只是省略了目击者谭亚娇时和梁成氏救治不及。谭亚娇时报知谭氏堂兄谭官瑾、谭家人报案等等初审案卷的内容，不知道是张兆栋等人复审的结果和杜芬志一模一样呢，还是杜芬志的汉语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张兆栋照抄照搬就可以了。张兆栋贴黄最后还多了一段文字，写道：梁宽到案是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恩旨以前，但是昭解在后，毋庸查办。复恭逢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恩昭，系在准免之列，应请原免。原来啊，就在梁宽案子审讯期间，同治皇帝驾崩，光绪皇帝继位，改元大赦天下。中国古代司法当中有大赦这种做法，一般是在皇帝驾崩或者是遇到重大喜事的时候，皇帝往往会宣布大赦。十恶不赦的罪犯不在赦免范围内，同时许多大赦也规定死刑立即执行不在赦免范围内，但是死缓判决在光绪继位恩昭的赦免范围内，所以张兆栋申请援引恩昭将梁宽释放，这真是让人感叹上天不公啊。广东巡抚张兆栋的贴谎照抄了杜凤志的看语，并且还申请大赦梁宽。然而这起案件的程序还并没有走完，案卷还得送到中央刑部，由三法司进行会审，最后由刑部尚书主持上报最终的判决。那么这样一起被杜凤志炮制出来的案情材料是否还能顺利过关呢？梁宽最终的结局又会如何？这起案件又反映出了清朝司法制度的哪些弊端？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梁宽杀妻案》第三集《如此依法办案》。梁宽杀妻案最后送到了中央刑部，按照惯例，三法司对命案进行会审，最后由刑部尚书主持上报最终的判决。刑部只是对地方官员报告上来的案件事实进行法律衡量，他们在意的是罪犯是否罪行相符，而不是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他们做的依然是一个书面审，审核文字而已，实际上是走过场。刑部经手梁宽杀妻案后，很快就转由三法司会审。三法司会审梁宽杀妻案后上报的题本，现在还安静地躺在档案馆里。这份清朝司法文书的名字叫《题为罗定州人梁宽智商一妻谭氏生死一绞监后事》，时间是光绪二年十月初四，提报官员是刑部尚书重实，这份文书就是梁宽杀妻案的最终结论。结论开头就说，据广东巡抚张兆栋书称，然后全文照抄了张兆栋的内容。刑部尚书重实等人接着加了一段话，应如该府所提，依照夫殴妻致死的法律规定，应该判梁宽绞监后。事犯在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恩昭以前，系在准免之列，应予原免，后再有犯加一等治罪。也就是说，朝廷的处理意见就是释放梁宽，而对梁宽杀妻的唯一惩罚是大而空的后再有犯加一等治罪。光绪皇帝当时还是幼儿，应该是慈禧太后或者军机大臣代为处理，他们对这道题本的朱批意见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清朝中期以后啊，把题本看作例行公事，几乎没有不准的，所以我估计啊，光绪皇帝极有可能朱批批准了，而且题本照抄了张兆栋的案情介绍，也就是基本照抄了杜芬志的看语内容。
最高决策者们啊，仅仅只读这些文字，完全可能误以为梁宽是在和谭氏两夫妻吵架打斗过程当中将谭氏砍伤，导致谭氏死亡。事后梁宽投案自首，供认不讳。梁宽的这个形象并不是穷凶恶极之人，根据大赦恩招赦免完全没有问题。梁宽杀妻案的一大特殊之处就在于此案的官方文书不仅保存完好，而且杜芬智的日记忠实记载了案子的真相，记载了初审的详细过程。比较这两个文本，我们就会发现清朝司法实践当中的重重问题。现在我们读杜芬智的日记，清晰地看出一桩恶性杀妻案是如何被塑造成可以赦免的伤害案的，一个几乎通篇谎言的司法案卷是如何得到清朝看似严密的司法体系的认可的。层层司法机构都在走过场，为了迎合法律规定而塑造案件，修饰文字，制造大家依法办案的表象。此事的始作俑者杜芬智在日记当中也对此大发感慨，他说梁宽杀妻罪不至死，况现逢恩招更可释回，而其妻之冤将何处生乎？可是他也不想想，遇害者谭氏冤死，凶手逍遥法外，还不是你杜芬智造成的？是你迫于破案压力和梁宽幕后交易，是你的一级级上司不作为，搞形式主义官僚作风，导致谎言不断得到确认，最终成为铁案。杜芬智在日记当中还记载，当初怂恿弟弟梁宽杀人的梁球一直关在罗定州大牢里，得了重病，狱卒多次报告杜芬智说梁球的病越来越重，恳求释放出去治疗。杜芬智恨梁球怂恿杀人，下定决心要把他整死在大牢里，所以杜芬智一再拒绝治病的请求。第二年6月19日，杜芬智记载鼓楼抗议禀报梁球病死，杜芬智把这看作是天意，是上天的裁判，认为也算是给冤死的谭氏报仇了。一个司法官员不能主持正义，反而把司法公正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天意上，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梁宽杀妻案至此画上了句号，清朝社会的复杂性、人心的肮脏险恶、基层治理的错综纷乱也都展露无余。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没有任何白纸黑字能够完美解决实践难题，严格依法办案只能存在理论上，不可能落实到官员的行动上。如何在法律和现实之间兼顾两端，既能解决现实难题，又能通过司法体系的严苛衡量，是官员不能逃避的难题，也是官员能力的试金石。法律条文就摆在那里，现实难题也摆在面前，都需要官员做出决策，是利用还是打击，是刻板遵守还是讽刺塑造。在这个中间有私下的沟通与许诺，有利益的交换与背叛，更有对事实的尊重和解决问题的勇气与智慧。一代代官吏百姓就是在这种张力笼罩之下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改造着我们的治理观念和治理体系。梁宽杀妻案的处理过程就是一个巧妙的例子，但是如果清朝司法体系继续如此依法办案，梁宽杀妻案的警示永远不会结束。好了，梁宽杀妻案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谢谢大家，再见。
清嘉庆年间，江苏候补知县李玉昌被派往淮安府山阳县查镇。就在查镇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李玉昌却被发现吊死在自己的住所。那么，这位查镇官员的死亡真相到底是什么？下期将为您讲述《候补知县之死》第一集《草草结案有疑点》。